各位观众，打开后，大家好，我是金枝演色的导演王荣玉。我天蝎座，月亮是天平，上升是射手。我就是一种不按牌理出牌的人，就是人看避开人看。我都喜欢的，台湾水果我拢足喜欢。最喜欢的人哦。今天要介绍这出哦，壮丽的哦，世界的名著哦，是2500年前哦就写出来的这《伊底帕斯王》。这个故事在描写的什么？就是人到底是被命运给操弄的，还是命运掌握在人的手上？主角爹爹他是用荷兰语，就是非常典雅的台语，非常典雅的台语，有点高。还有一个特色就是，那观众一进来呢，我们让他说。一进来这样的场域，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底比斯的臣民。底比斯就是伊底帕斯王他的所统治的一个城邦。每一次的环境剧场演出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最大的挑战是空间，因为所谓空间就是，我们叫黑盒子，它就已经有个舞台。环境剧场就是没有舞台，没有观众席。我提供哦，今仔日是你出生的日子，也是你打入无目波的日子，所以应该要。好好的生活着每一天，把每一分每一秒过得非常的圆满具足。在11月11号到12号，就是礼拜五到礼拜六，哦，因暗的7点半，哦，在咱两厅院的音乐厅的5号门口的广场，哦，非常的特殊，因为它是户外的环境剧场，啊，希望大家呢来看，因为这是很难得的哦。这样也蛮不错的。